是，而且是不只是澎湃，是紧张哦。尤其是站在那么高的美女旁边，哎呦！但是能够见到大家，坦白说真的是非常高兴。好，那我们在今天的晚宴开始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有没有发现桌上有专属的信封呢？里头就会有 Top Vision 的 discount voucher， 还有一支笔。是的，那除了每一位的专属信封呢，当然我们也非常的贴心。记得哦，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每一张桌子的中间呢，都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信封。这个信封里头呢，其实就是今天取决于你们能不能够上台拿大奖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因为里面呢，就有你们的桌号。你们不要以为那个桌子上面铁架子上面那个粉红色的可以当，那个不能，对不对？啊，那个不行啊，一定要我们的信封。所以信封一定要保管好，那我们所有的幸运抽奖呢，都是认那个信封里头的号码吗？所以有一句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定要好好保管那个桌号。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会留到最后，所以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借口啊，一定一定要留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刻，很有可能那个大惊喜就是属于你的。是的，那今天的晚宴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什么呢？就是当年每一天早上我们在周会唱国歌还有校歌的情怀，请全体肃立唱国歌。想当年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已经开始要飙泪了，怎么办？
年从崇华独中毕业的黄康熙。哇，都是我们的粉丝耶，今天。对啊，今天晚上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毕竟太久都没有去头了嘛，对不对？好，那么首先一开场呢，哎，我们就有请今天这场盛会的其中一位大家长，也就是我们的筹委会主席蔡长宁 PJK 学长上台致辞，有请。班会主席兼雪龙校友会会长潘林欣学姐，校友会永久名誉会长曾焕强学长，廖永祥学长，江沙崇华独中崇华小学董事长达斗黄胜全，江沙崇华华中董事长达斗梁建坤，江沙崇华校友会副会长刘林年校友，江沙崇华独中永久名誉董事长陈友平学长，江沙崇华华中校长陈美丽校长，江沙崇华独中校长庄志华校长，江沙崇华小学校长林树华校长，大家傍晚好，大家晚上好，收欢迎大家到来出席江沙崇华雪龙校友会25周年晚宴。这一次停办了的5年雪龙校友会晚宴，很感恩大家给予支持和鼓励，我们今年继续来个崇华家庭大聚会，今年也是我们崇华雪龙校友会进入25周年的成长期。我们筹委会这年初已经策划了筹备着25周年迎喜晚宴，也借此机会希望我们雪龙校友会能够筹募一个基本新会所基金。自1998年成立以来，在历届会长带领下，并在2003年开始筹募了现有的会所，因经历了20年，我们校友会需要一个更适合的场所来推动，才策划了筹募新会所基金。至今天为止呢，虽然我们筹募到大业我们目标的80%，我相信我们崇华一家，你一点我一滴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原本的目标50万。我还记得2020年，当时我们还没正式成为雪龙校友会理事时，以我们崇华的精神，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筹募到大约150千，来改善我们崇华华中30多间教室的设备，如座椅、白板、窗帘等，焕然一新。现在的学弟学妹们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教室来上课。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协助改善崇华独中的设备，美化崇华小学，提供设备给辽伦华小等，都是在很短的时间，2个小时或24个小时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一切一切，我们都要感谢大家，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也无法达到来改善我们江沙崇华3校的设备。在今早呢，我在此我也要感谢我的同学，今早也报了一个卷心给我，也捐献了8888元给予我们这一次的晚宴。在此呢，我感恩我的同学李善龙，他今天应该从新加坡赶着回来，还没到。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晚宴呢，是会带来我们一个好运。崇华一家，永续共有，是我们今天晚宴的主题。我们江沙崇华3校、江沙校友会和雪龙校友会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更应该互相的鼓励，互协助各方，让我们中华更辉煌，继续放光芒。最后，我除了谢谢、感恩大家来出席今晚的晚宴，给予支持，还是要感谢大家，同时也感恩我的筹委们、理事们协助筹备这晚宴。如果在这筹备当中有得罪的，有得罪大家，我仅此向大家说声对不起。今晚的晚宴如果有招待不周，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不会双休。谢谢各位。曾焕强学长、廖用祥学长、江沙小学以及江沙独中董事长，大豆黄胜前 AMD 太平计生、江沙崇华华中董事长高继大豆梁建坤、江沙独中永久名誉董事长陈友平学长、各位来宾、崇华三校的董事同仁、校长以及老师们、各位校友、各位理事、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谨代表江沙崇华雪龙校友会欢迎大家出席今晚的晚宴，感谢每一位在座的嘉宾，特别是那些远道而来的贵宾，因为你们的到来，使到我们今晚这盛大的晚宴能够顺利的举行。今天我们能够齐聚一堂，庆祝江沙崇华雪龙校友会成立25周年纪念，这是我们共同发展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借此机会，同时我们也借此机会启动筹募新会所基金的活动，为我们崇华大家庭购置一所更宽阔的会所，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会员以及活动的需求。身为校友会的会长，我深感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我们今晚的主题崇华一家有序共荣的意义，就是希望每一个崇华人都能够共同努力，不分彼此，为崇华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各位尊敬的校友们，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都拥有自己的目标跟愿景，在面对会员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购置新会所是势在必行。这不但可以提供一个促进校友交流、支持校友发展、服务社会的平台，而且也能够增强校友之间的联系，和增进学校和校友之间的合
有了新会所，这将有助于校友会的发展，提升校友会的影响力，并为校友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福利。重华一家不仅是代表目前在重华三校求学的校友们，更代表着社会各领域取得接触的校友。我们重华人非常自豪，因为呢，我们的传统是以勤奋、坚韧、创新精神为核心，不断地追求卓越表现。在这里，我要特别向曾经培育我们的三所学校，重华小学、重华华中和重华都中的董事们、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感激。是你们的辛勤教诲，才使得我们能够在各行各业脱颖而出。此外，我也要感谢重华雪龙校友会的理事们，是你们的默默付出和辛勤工作，让今晚的晚宴能够顺利的举行。同时，我也要感谢历届的理事们，所有捐助新会所基金的热心人士和在座每一位校友，因为你们的努力和贡献，让我们能够共同欢庆这一时刻，并为新会所筹款活动取得圆满的成功。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不仅是为了庆祝江沙重华雪龙校友会25周年纪念，更是为了回归母校、回归社会。我们重华人始终怀着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奉献，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我再次感谢每一位在座的嘉宾，你们的到来，希望我们重华大家庭会更加团结一致，携手努力，让我们的校友会办得更好，使重华的成就更辉煌。我在此顺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潘林静学姐，有请会长到席位就坐，谢谢。江沙重华雪龙校友会啊，在25年前就诞生了，一直以来获得大家的爱护和照顾。那么来到今年已经是25个年头了，所以这25年呢，足以让一颗种子发芽、生出幼苗、长成小树，再开花结果，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呀、啊。我觉得在
实还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因为母校坐育英才嘛哈，那校友会呢就是肩负着发扬的责任，这25年来可以说是不停歇的不断的在传播，为了这份坚持，我非常感谢每一年的聚会都风雨不改来这里聚会的你，那我们也希望每一年我们的这个阵容能够更壮大，所以请许下你的承诺，明年我们带一个新朋友来好不好，我们换一个就是一个开更多席的场合，让我们更加的壮大好不好。今天呢，当然除了在座的每一位呢，我们有今天这场盛会呢，也要非常感谢一群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VIP 以及赞助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晚的 VIP 和赞助商为我们来一起推介25周年的主题。首先我们有请蔡金宝学长、吴建东学长、田海更学长、许洪勇学长、杨德比学长、谢美琴学姐、黄庆坤学长、赵善基学长、李叶达学长、陈友平 PMP AMN 学长、南地许爱珠学姐、林庆贤学长、杨家亮学长、刘美荣学姐、刘碧珍学姐以及陈宝琼学姐，有请这些 VIP 都到台上来。接着我们要请出的是达杜刘学元学长、达定黄连芝老师、吴生维学长、严金谋学长、蔡尚荣学长、吴进顺学长、福如慧 AMP、 林诗峰 AMP、 林伟雄学长、黄应达学长、许哲恩学长、曾万强学长。接下来有的是蔡长义学长、曹观水学长、廖用祥学长、拿迪斯利陈木宝学姐、蔡长银学长、田阳坤学长以及 Angel Amaze 由 Leslie 代表。接着我们要请出崇华一家5个单位的代表来到台中央，带领全场一起来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的亮灯仪式。首先请出的是崇华独中署理董事长刘荣根学长。崇华小学董事长大杜黄胜全 AMP 太平菊生学长。现任江沙崇华雪龙校友会会长潘林静学姐。崇华华中董事长大杜杨建坤学长。以及江沙校友会副会长刘凌元学长。9 8 7 6 5 4 3 2
请各位嘉宾留步。那接着下来，我们有请台上的三位嘉宾，包括江山崇华雪融校友会会长潘林沁学姐、副会长曹宽水学长以及筹委会主席蔡长英学长，给台上的各位 VIP 颁发纪念品。有了我们的发起人，也就是我们的校友会，当然也要有在场的每一位今天抽出你们的时间来到了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我们一起见证这么有意义的时刻。刚才全场亮灯的那一刻，我看到一片灯海，请大家继续保持这股魄力到最后。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来 party。 说到 party 呢，我们就请各位今晚无论you、mm-hmm.
时的话呢也没关系，因为朋友呢就是从认识的那一刻开始的，对不对？好，就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结识一番了。因为今天晚上的幸运抽奖啊，同桌的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战友，为了这份礼物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的气势。哎呀，而且呢记得就看今天的这个气势，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要给自己许下承诺，下一届每一个人多带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再开多一倍的这个席位。不过当然了，刚刚我们也说了，可能因为很多原因啦，可能大家分隔多年啦，分隔多地啦，很多人呢已经找不回当年那个刚刚我们说在操场上面一起聊心事啊看星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非常贴心，决定要特别开设一个服务给在场的每一位重华人。这是什么服务呢？如果你想念当年的哪一个谁，任何人啊，你都可以来到台前直接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我们直接帮你呼唤他，你就不需要在茫茫人海中一直在想他，哎，那个谁哦，看起来很像那个谁哦，当年我暗恋的那个学长，可是他以前的痣哦在左边哦，啊，现在变到在右边就不用加了啊。哎，今天晚上我们帮你们寻人是没有另外收费的，对对对对。OK， 那其实啊，说到这些老朋友的话，我们真的太久没见面了。那你到底多久没有回家了呢？对吗？那为了我们的学弟妹的福利，重华小学、重华华中还有重华独中三校校园的变化都非常大，设备呢也都有所提升的。当然，我们也会特别想念我们江沙的美食，比如有什么拉萨、山东、ABC， 还有猪肉丸，啊，还有那个牛肉。是一个好地方啊，那也都是我们非常想念的人事物啊。没错，说到人事物呢，有几位校友还非常有心思，非常有创意，他们特别把《东方之珠》这首经典名曲改编变成《江沙之珠》，在这个晚上呢，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歌颂江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1984年毕业的吴国华学长、林诗歌学长，以及1986年毕业的夏丽娥学姐，给我们现场演唱这首由吴国华学长改编的《江沙之珠》，掌声响起！Thank you.
对，真的，可能是很多人当时在家无所事事的一个真实写照。不过当然呢，现在
请问，来，让我听一下，你们觉得接下来的这第一份的奖品会花落谁家？喊一下你们的绰号来，哪一桌？八号在哪里呀？八号。哦，八号在这里。喂，今晚一定发啊。OK，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哈，请看大荧幕，准备。紧张了，紧张了，到底是几号？
是的，必须先过我们这一关才可以去你家。最后我们有47号，恭喜恭喜！都说了团结就是力量嘛，展现你们的好实力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廖学长，谢谢。好的，那么有一些机会我们说是等来的嘛，哎，比较被动的，哎，但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哎，什么时候我们主动呢？就是我们要去主动的敲幸运之石的大门，哦，所以现在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游戏赢奖品。是的，那要告诉大家了，看在我们都是崇华一家人的份上，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哎，也就是说今天只要你上台。一定有奖品，你就可以当成是说你是来拿奖品的，就顺便玩一个游戏。哦，我们一直上台，为什么没有奖？哎呦，我相信会长一定有准备的。啊，是吗，会长？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时候并没有说 ladies first 啊，没有 ladies first 这件事情。男士们，你们的勇气和魄力在哪里？哎，谢谢，哎，非常好，哎，今天完整的第一位男士代表。怎么样哦？可以吗，学姐？可以吗？可以了，可以了。啊，下来真鸟啊，真鸟啊！你
是来一次了哈。请问我们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对，我现在就在寻找我们的礼物，我答应了他们要给他们每一个人礼物的，不然等一下他们打我们屁股。不会的，骗他们下一家人。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正式了哈。我每次讲正式都好像都没有正式。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啊，真的，真的。OK， 真的，来准备，请闭上眼睛，请比。好，请睁开眼睛看一下你的判断的动作是不是跟你是一致的。哇，都好棒，好棒，像你很多林宗伟呀，龙有云是吗？好，算是还可以，非常成功的第一次的考验过关了，来掌声再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你们。是，我们的礼物在筹备当中，酝酿当中。哦，从很远的地方寄过来的。对对对对对对。哦 ，OK OK， 来，那这个时候，哎，我看到我们这一边好像都有老中青还有幼的组合啊，我就简单做一个访问好不好？刚才问了啊，你们这一组是同学嘛？那请问你们这一组是什么关系呀？1978年的同学，1978年毕业的同学。年龄不是问题，还可以打羽毛球 ，very good。来，请问这一支组合是母女组合？母女啊，我刚才以为是姐妹耶，太厉害了！你是怎么保养的？我要向你讨教讨教。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我是2012年被我丈夫娶回来从华回馈母校。哦，所以你是嫁过来从华的。几岁，妹妹？9岁。9岁，好可爱啊！以后多跟爸爸妈妈来从华走动，好不好？哦，从华3年级的学生，非常好，非常好。下次我找你玩啊！来，我看一下这一支组合是唐姐弟，来自什么地方？从江上过来吗？啊，唐姐弟，所以哪一年毕业的？2008。2008年。七年。哦，相差一年，所以7、8年。好的，来最后一组组合。我们是客家妹，同学嘛，同学嘛。刚刚开始，刚开始，我比较刚配位啦哈，那不是阿丽啦 ，OK， 谢谢。好，我的礼物终于准备好了，终于运来了。对，拿到我的那个了，都是热身，都是热身，啊，都是热身的，现在可以正式开始。哟。今天要多拿一点钱哦。没事没事，我不是跟一直叫我吗？没问题没问题。Okay, 没问题啊。好，你看，其实受骗的是我，知道吗？不是你们，放心。OK， 来，请准备，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请闭。Thank you.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Thank you.
谢谢大家。对嘛对嘛，我才要。哎，等一下等一下，学长，我刚刚听到有人喊，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可真的不能，有人在喊哦。没，你看看，不是我教的，他们自己喊的，他们自己喊的。不是我教。哦，你唱同一首吧，叫《唱马西的》。可以，我们准备一下，学长您先坐一下，我们准备一下。哎呦，真是一家人嘞，这么红里娃娃的，不过你们也很厉害了，我都还来不及上来 Q 啊，你们就已经这么自动自发了。
珍惜我们之间的情感。今天呢，来到现场呢，大家可能会想起，哎，他是我的隔壁桌的同学，哎，他是我的当年的 Guru Discipline， 哎，那个是我的班长。但是我跟你说，他们今天呢，都不会再做当年那些为你做的事，什么超明啊、罚站啊，这些都不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流程呢，就先暂时停一会儿，就让大家呢可以更加尽兴的四处走动、四处交流。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千万不要离开哦，因为你们非常期待的幸运抽大奖会在下个环节回来。
Thank you.
全场的那个目光啊，就是羡慕了，嫉妒了。哎呦，学长又是你啊，学长。所以呢，还是那一招啦，我们要先请会长到台上来。好啊，好，我们先请会长到台上来。会长，欢迎庆学姐。我们也是一样哦，今天所有虽然是一家人了啦，不过还是要公平，还是要公开，还是要公正。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请会长来直接现场调查，做现场调查。OK， 听说什么？说今天是不是有？60年代的毕业生有吗？我听说了，听说我们让会长来做一下调查。会长，哎呦，那么快就揭晓，那么快就揭晓啊！哦 ，OK OK， 会长，会长，您看一下60年代的毕业生。啊，请60年代的毕业生站起来。60年代的毕业生站起来，哎，大家长在呼唤你了，有吗？有60年代毕业的吗？有哎，还挺多的。好，我们往后移一下。OK， 70年代的学生。70年代的在哪里？站起来。哟，还高举双手。你们不站，会长就不给你们参赛资格哈。OK。年代还挺多的。OK， 最后是零零
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多带一位同学，明年我们的席位呢就会开多一倍了。恭喜我们第九期半年的校友了。那同学们，他们还有自己的琴声，哇，好用心啊！到底有多少人啊？让整个台都快看到吗？这个就叫肩膀上的骄傲。是我们的江沙中华雪龙校友会，也就是说，明年如果你不要错过任何的消息的话呢，记得要去追踪他们的脸书，扫描他们的二维码，那就可以确保明年你就是会第一个得到他们的消息和通知啦。好的，今天晚上呢，谢谢大家，谢谢。关起来，我们这里抓了喂，好好。